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在空投里看到了 M762， 而且还是个升级版。没错，几天没玩国际体验服，发现山谷悄悄加入了一些改动。首先就是开头看到的空投加入了升级版的 M762， 不仅如此，还有升级版的维克托、升级版的 M24 和升级版的 UZI 等等。那么这些升级版的武器都有什么用呢？目前看得到的改动就是这些升级武器都是满配的，而伤害、射速、手感什么的基本没什么加强。然后是安全区有变动，看完你可能会有点不太相信，现在的安全区竟然会刷在圈外。哎呦我去！本来还以为是我卡了，结果接下来几个圈都是这样的。好吧，决赛圈就这么大点地方，可能直接能分出游戏的胜负。最后说一下，玩个体验服怎么还有人为了物资炸队友啊？说了也不听，兄弟你要啥就说呀，这录个素材真气人。拜拜。